公公爸爸又有了又有了，哎，开始，你不要跑，好久不见，白人，我是查米，我浪爷是李子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来到暌违已久的拜登这边。对，这边有个特别，其实这前面这边是新开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条步道是怎样？就是新开出来，不知道，就是新做出来的。可能是因为有人藏在这边钓，对，所以而开了这个。好，拱外自首，到底是谁藏在这边钓？不过既然新开，我们等一下来这边尝试一下好了。对啊。对 ，OK， 那就这样喽 ，Let's go。这些鸟超帅气的，那你在干嘛？你在盘旋。那下面会有鱼吗？有机会吗？然后会不会看到它的浮虫？是那种很帅的那种鸟。下一小，它超厉害，但是它有兴趣。你拿最小木虾给我，欺负小软丝喽！爆了、欸，脱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可爱。到了。哦，哦哦，石斑，石斑，石斑。石斑的。哎，石狗公吗？石狗公。石狗公哎。公公爸。爸。公公爸。有毒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点啊。但是来。二十吗？哦，干，好怕他哦！没有，他是好像在背上那个。对对对，不要不要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吃他就好了。不要吃他，他不要吃，他不要吃。总共爆二十二十二十 ，OK， 还不错。说现在台风天，对不对？拜登也是可以玩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在停车场这边嘛。可以。在旁边角落玩个跟影。好了，拜拜。可以。再来，台风天拼大雾，起来起来了，哦，好有力哦，你现在想象一下他的样子，现在是怎样？他嘴巴的样子，哦，一把抽筋油，这么，我知道，可是。哦，太扯太扯，好爽，小石斑爆咬，爆咬区。哦，这是，哦，这是那个某种石斑，某种石斑，六角菱格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是，它不太像六角菱格啊。你看它那个不是六角形的，六角形的，不是。就爸，对爸，哎呦，又是晃来晃去，然后来第一杆。第一杆总是特别运气特别好，总是不会令人失望。OK， 开始放生了，再次上场了。我要血吃，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哎！你不要跑！啊！这次总不会跑吧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！俺够吗？应该吧。俺够吗？耶、yeah! ！马上有血吃！耶！再发发发！再发！耶！可以可以可以！不错不错，就是他了。这什么？我们要的就是他。对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昂够是，所以这是放了，对不对？刚刚有一点。哦。看到这个在。黄骨鱼，赞啊！
哦，超可以，很棒很棒。哟，四班是不是？戴帽而已。戴帽，好，没关系，放掉继续。可爱可爱，放掉继续。水哦。OK， 大 OK。只要再一次龙虎班，我就毕业了。我又有了，中了！哇，好帅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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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他们这这种一样是不是？一样一样是昂够。加赛喽！而且比较大，对，不是比较大哦。是哦，超多的。耶吧！来吧，阿够够几只 ？OK， 我觉得今天结尾还不错，就是又回到大太阳。不要说到时候整天都湿湿的，那就很不舒服，又晒干了，晒干，对，又晒干，衣服也都干掉了。那我们后来遇到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勾勾爸白龙，那白龙的钓竿呢？别说了，因为我刚刚跟白龙的时候上去确钓，那你有拍到吗？给我更好。好吧，逃命都来不及了。原本是想拍给各位看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，我觉得我的生命比较安全啊。对，我是用跑的，生命比较危险，生命比较危险，所以就赶快跑。然后我就看到白龙，那时候他刚好钓了一只狮子鱼，很特别，是狮子鱼嘛？对啊，红色的狮子鱼，全身都有毒，要小心一点。然后那只狮子鱼就在地板哦，然后整个浪整个洗上来，那只狮子鱼就这样。倒下去了，趁着浪，对对，趁着浪下去，然后杆子也带走，全部都下去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整套。可以。那如果在这边有钓到杆子的话，可以联络一下我们。然后离职还是离职那边最特别。对，离职昂够，昂够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喽。OK， 再见，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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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